不用付钱了，都可以看。但是呢，当时教练员都查房，你知道吗？钥匙都拿走。完了，到时候11点了，或者10点半了，我们10点休息啊。比如他11点啊，10点就来查房，他打开门。但是呢，他一般钥匙一捅啊，都有响声，那肯定就啪就给关了。结果呢，这个是雄伟，这个就这房间他妈太入迷了，肯定是啊，这是没听见这门钥匙响，我关晚了，等他关的时候。他已经推门了，那看见那闪了吗？一闪，嘿，那教练，我们八一队的啊，李正哲，朝鲜族教练，哎呦，李正哲，啊，暴脾气啊，那个，哎，你们看录像了？没看，没看。一打开，嘿，你们这是什么？没那看了？没看？他就这样的，什么就这样？我们那屋都看不了，你这帮都得啊。我那他犟，那朝鲜族不管，上去咣咣两拳，我的给那小鼻梁骨给打骨折了吧。